如果我要增加我的左腿的力量，又必须把我自己的身体的重量向前，那么我们可以做垫步，垫步换腿，正蹬出去。你会发现一样的左前腿，但是我的向前的幅度原地跟垫步之后其实是不一样的。这个方面呢会取决于我跟对手的距离，如果对手很近，他可能想直接做直拳攻击，那么我们正蹬就可以把他拦截下来。但是如果对手被我棒棒打退了之后，我需要做到一个追击，而且我想用到我的左前脚，那我们可以垫步向前，把整个重心跟重量往前释放。